他们家就24小时营业，早上要能来一碗这真美滋滋了。来这家店呢，是在评论区经常出现他们家的名字，一个担担面。香肠是你们自己做的？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开饭了，走一个。他们家自己做的香肠，10块钱一根。我以为会做川味麻辣的，不是，那个咸甜口，能嚼到肉的纤维啊。10块钱一根，这个肉量是可以的。凉菜12块钱一份，只要能落得下，就能无限拼。主要是吃他们家的这个麻辣豆腐，说特别好吃。老豆腐，那个麻辣料就拌了一下，不油。它这个麻辣，你吃第一口豆腐的时候，你感觉到是微麻微辣；你吃第二口的时候，这个辣度开始往上增加了，很有意思，很有特色。担担面13，花生碎、香葱跟肉酱，尝一下。豆瓣酱，酱香口。刚问老板，他们家是24小时营业，早上要能来一碗这真美滋滋了。微麻微辣，辣的呢吃不太到，很浓的发酵粉的味道。它的料啊，应该是在面的下面放着的，刚才没有看，还有蒜味。这会儿麻开始从舌头根往舌头尖反，想流口水了。能吃辣的，我觉得要麻辣或者是超麻辣应该可以。这种担担面的面条啊，碱水它呢会稍稍微有一点点硬，不是说所有的面条长成圆的它都是担担面，它这个用的很到位。老板四川人，人家做的就是四川味。这家店24小时营业，无论你是早上、中午工作餐，晚上来下酒，或者是晚上12点了你来宵夜或者转场，没毛病。